八个人买不100块的，这统一个便宜，100块的。哎呀，搁一百，他妈搁有人买不100块的，100块了。是等于去偷刷嘛？等于该偷刷吗？有偷过啊，有偷过啊，等于搁真实啊，伊是几啊？你啊，搁有人买不了100块，100，无人买了，无人买100块，后来无人买，少钱了。哎，后来搁要吃啥？用讲的。总共有几个人买？去北青村最好去哪家？现在一个人给500块，我爸有人买不？买狮子的青场地，我还不确定呢、啊。我可能较少，因为头家拄好买500块，过麦克风那边已经有说了，是不是？有人买要同款的，同过一声，过一声，你讲啊。龙王怎么没出来？就是啊，没带也的，在海龙宫里面呢，没出来。我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他的新场地确定日期了没有。我跟你说，你吃一包，用一包就好了，不要把它全部倒在一起。再不要这样，不装挂水哦，水本来豆条挂水边的卡层的冷藏最上层，哎，一个礼拜不会坏的，300块就三包的三包，一包够上你，300块就好，一包存75包。不要你讲那伤贵啊，不要紧，你跟我讲。太多无改啊，啊若伤贵嘛无改。哎呀，三百这边变，头几个节，头几个节。台风大了，下礼拜四了 ，OK。后面那个防守叫阿佑。会车，会车，还是肯达了？不是我的，肯达。什么？一个在白一个。你知道哪对？是你公司那装潢的。对啊。那是这两个。是啊。哎，两个人要蚵仔无？蚵仔卖人啊，300块，300块啊，300块一包。一包两包会带落来。无人走，50块啊，你还50块啊？我真正无人走，我若要走就无去啊。还50块带来，要。这找海大诶，个人还不得，八个，还得，八个，一边一个 ，two， 哎，过来 ，two， 没无回家，哎，八个，哎，个人还不得，好啊，没回去啊，过鱼啊，过鱼过来好啊，哎呀，过来，你上那边。他搞的新家，现在无细只飞机啊？细只飞机无，拢是捡一个搞死伊，那飞了了去。你倒我来卖讲嘛，先讲卖讲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你拢无爱搞偷听，我下来在你无奈无奈，怪轻松啊，还买两百块的，五百的，好不？好。来啦，先拢我来啊！礼拜四大理哦。啊，较长的，较袂北手啊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再看一下，看一下 Michael 要去还是我哥要去，再协调一下。因为这一场，西屯这一场。也做到这个月底之后，我下个月就要去斗六了。两百，哎，这边阿姨还搁提，哎，我讲了，不会啦，我打两百，出门等不会啦。阿姨，阿姨，停车场，几辆车，没关系啊，我再跟麦克协调。哎呀，四机又来，200块，这五机啊。你五机两百，六机两百好了。你有吗？跟他讲吗？哎，两百机了。对，下个月会去斗六西屯这个地方，房东不租了。哎，很年早。个人还无过一股啊，200，个人还无人还，啊，无安尼啦，可今年啦，买100块人还。要100块吼，2万8，剁剁就可以了剁啦，不用啊，用剪刀剪就好了，不用剁。剁过来你几菜都爱当掉先，用加的，用加都加的，唔免剁。100块吃饭钱，免，你这个吃饭钱呢？
我想要示范安怎吃好啊。够人来不来？100块。那乌路那边有停车场。哎呀。来，过来。够人来不来？100块哟。来，包客。百六。两个同学，两个同学。我来讲，今天有一个人，有一个人就我看得到的，一支就飞光光。太亲切了，反正现在在看直播。六开。拜。礼拜二跟礼拜五西屯下个月开始就没了哦。过两百不一百块了。去东京市场找我啊。一百。过两百。一百块不要吃。两斤一百块啦。四斤一百六过两百，四只一百块。一百。中午啊吼。要不然趁现在还能来找我，赶紧过来。莫来莫。哎，我讲啊，我这游一圈三杯中酒，人不吃无，三杯就讲啊。你若团购无好笑，团购一包偌济，一包卖百八，一包百八啦，一包百八以前我会载下去，我互你交通讲诶。一包百八，两包卖35，两包350，两包350。我靠，你要共买两包就是35，即两包开35，开300，二啊五了，200块对啦，两包。对啊，星期六的东京市场是我拍的、啊。会晒啦。你不会了，你不看呀？两个人挂什么？哎，今天豆豆家恁到冰箱海起来哦。恁到冰箱也无海起，买两包啦。恁到冰箱海起，再搞讲我这叫人来送一台冰箱机，啊，正用钱你也给留好哈。蛋姐到了，还有一圈过来。对呀。对哦，困难的哩。我行路就平摊一半。哎，好人哎，不然200块了，200。好停。哎。200块够啥个？200块了，三杯中奖200块。出国地址还会迷路哦、喔。车道里吗？没有。这边没有车道里。没。个人还卖200块，还头前个钱。无啊，春节拢无啊。个人还卖来200，最后三个人去无啊，200块。最后搁三个人去无啊，200，拢无啊，还头前这个钱。最后两个无啊，200块啊。哎呀，你卖不？各位跟我聊天之后都变活泼了呢。哈，卖无你卖钱哟。我想问，今年无外好呀？今年啊，海天买300，你敢买？爱买300，好无？买吼，买安尼无错。我嘛最喜欢买的，但是迄就是爱买300。老板，这是一度吗？对。这是怎么卖？我买200就好了。200块。你等于炒姜醋对吧？啊，唔免，你茫遐大地里炒，炒到来你迄支，迄寸家的出幼出来，当出去嘛做出来。哎，切到细的，对啊，哎呦，唔免炒多久的，唔免炒多久的，你哦，哎呦。哦，那是鱼肚，不是鱼皮。这是不鱼肚啊？鱼皮。没有鱼皮。鱼皮无啦，我这鱼肚。这哦，哎呦，倒去哦，用姜醋，我会早这个提，人去讲咧，爱讲久的，我无想要讲。炒姜醋哦，炒高高安，啊这，这哦酒料先用好，这个蛋就炒到3分钟，大火快炒，炒一下，不然就要高蒜头，哎。叔叔，那没关系，以后留到最后，我再带你回家。卖只三个人客，你啊三个客人，卖用只哦，加餐厅要吃。带你回。这两三块切就切安尼，一块一块安尼就做大份啊。遐餐厅干呐要吃哦，一份300几块，这外好无得买啦，我笑啦。三个人客对啊啦，唔免500，唔免400，200块了，200块啦，不然200块。一个好嘛？哎，200对啦。哎，他真错嘞，他生生咸咸安尼来200块了，反正要吃啦。哎，谢谢啦！今天个人还无，我就接来200块，两百，个人还无，无人还好嘞，无人还放走嘞，还八百个走嘞，你帮忙啊？你帮忙？无啊，最后一包无啊啦，人下早拢要几包嘞啦。哎，好嘞，搁要提醒，搁提醒，你讲，青鱼片，青鱼片嘞，青鱼片无啊嘛，青鱼片还够无？够有了。哎，买300好不好？一大袋300块，一袋给你2袋，3袋给你300，4袋给你300。
五条你三百块，一条六十块，你无得买一条块，三百哩，系，一千几块，我来不切鱼片无，切片。无啊，还无啊，就这尔无啊，过两百无三百块，什么？两分好啦，拢好伊啊，两分五块，一两三四四块，五块六块，无啊，无到两分啊，这一个三百，啊一个百五尔，好不？三百百五拄好，四啊五啊，就遐个。刚刚那个是鲨鱼场。哎，好，我就吃，我就吃，好啊，哈。保持就好啦。再买过无？好食无？好食吼。好食的，送两条啊，蛤蟆送两。贵，下个月改，其实改地点的地方会再公布。应该确定礼拜五应该是在斗六。大细只拢有啦，大细只拢有啊。礼拜二还没确定。哎，对，你拜后个月拜五，迄到来应该确定啊吧？也未哦，拢还未确定。确定还没讲。对啊，确定第几只有我啦？好啦，先卖啦，五百块啦，哎呀，五百块。目前都还没完全确定啦，不过地址会确定的话，地址会给我。考试班的，所以表示现在。一人三位五百啦。还是。讲四只五百。大理是确定。五百块钱啊，好不好？来多。管管地哦，你看，四大块地，有嘛量的，有米露，有四大。大个人爱不啦？五百块啦，这五只拢我来五百啦，五百块叫保时班啦。转去我向吹，木头，对家拢胶，胶纸地就放个最好无。确定之后会跟做。五百了，过来五百块，五百了，五百，无贵也不贵。哎呀，到底是买下哩，买偌济？你讲，买偌济？你讲，买偌济？你搞讲我卖你啊，五十块。我的包括山路钱一十块，我拢去中江路边迄两间。个人爱卖三百块，大粒的啦，炒饭炒面包比较好啦，三百块。下年个人爱卖三百块，个人爱卖膨胀。搁一份好哩好啦，谢谢，感谢你。三百来这边来啦。哎，谢谢。这四叠五百，哦，安尼多八百，哦，来做两百块。那年轻人说台湾大道，都不习惯。袂，阮这毋是最爽，袂最爽是替兵救伊，吹着佫救伊。哦，阮这袂，阮这袂，哦。来，这两百阿六个。Are you OK？ 看了很多场海王子，不是这三叠先卖三百七，三百七，不是稍微，三百七十块。好啦。不过最近有比较收一点，哎，你知道今天有较赞哦。有啊，就你减肥，你唔知。原本水皮嘛较济啊，点啊较少啊？你又胖，大力心脏师傅的，好不？魏木健每个礼拜四，每个礼拜四在光华路五十一号，好，目前在光华路五十一号，每个礼拜四。等你这三百一开上，你搁落地落去算几多呢？拄啊，迄个三百钱嘛。哎，啊，你搁落地。我无啊，就是无啊，唔得。啊，可以嘞。可以嘞。到五百啊。系啦。到五百啦。到五百啦。到五百较好算啦，可以啦。可以。这意思讲，搁偏一块鲑鱼入面到五百啦。鲑鱼一块一百呢，啊，你嘛到了四百钱。哦，啊，你到两块。好嘛。无啦。到五百啦。哎呀，到五百好算。你搁偏到五百啦。好不？好啦。你不是客吗？有来过客两包没？哦。好不啦？用干嘛付啊？哈，今次摆袂嗨啦，不跳舞啦，你上心啦，然后。未聊是。我真的不想说。未聊。啊，我也袂无啊，无啊。
每聊听说有去做的都跟我说过，弄你这个白痴。哎，我把这个。我去卖聊卖过的都跟我说过，每聊白痴。我把这个。通常撑不了一个月，他们就走了。我办好了。个人问我啊无，五百块钱，两份，两份出来是，甲来七来，哎，六个都做伙哦。罗瑞生本来就没有字幕啊，你当时看到我就我直播也在上字幕。聊天室，聊天室你自己打开就可以了。打开哦。加过去嘞。哎，来一个。加过去嘞。是。啊。你怎么现在八五八五了？八五用我这个。买啊！我的蚵仔换起好啊啦。蚵仔多。哎，好嘞，我们一声金工，金工，百姨啊嘞，百姨啊嘞，啊百姨啊嘞，百姨啊嘞，叫百姨啊。百姨啊。啊，到底叫咩？哎好。百姨啊，百姨啊，百姨啊。开单吗？咁好食，你魚啊咁好食，安樂，這種魚好食無？夠食好食，你問幾個都講冰魚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又坐啊，哎呀對了，這樣不就對了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太好了，不用再太啊，先去收而已嘛。有，无啊，八折啊，太好了，大姐，爱食啊，今年200块啦，蛋钱，你大姐才先来啊，二是六八啦，八只来200块啦，十只200，十二尾200块，两包，十二尾200，十四只200块啦，哎，十四只，去北部。光上去的车程就两三个小时，我感觉三秒对他们来讲开车不划算，油资过路费，再加上台北的租金，他绝对没办法卖这个价格。这个配合跟你讲好了，上去北部他们的成本，最起码要多10000块。你认为他们会上去卖吗？他们三顿饭再到买的油钱来回算，200块，算3000多块，过路费算起来算下去，再加上其他滴滴跑路费、租金钱。9000块的成本。无用，来倒来，过来，倒来，十二，十四来咯。最少都9000块成本。太大。所以这个价格绝对没有办法在北部卖。我要买咩啊？买买买两包的啦，包好好卖啦。一箱收伊无啦？收啊。收。走啊咩？他们是好朋友，所以这样没差不好。他们不是标准的老板跟老板跟那个员工的问题而已。大斌，呀，大西，能办？过来爱不了，过来，无啊，无啊，无啊，过来，过来。来，不啦，要换，大人嘛要换，按感情来。阿公，你摆起这来去。要，我包你，你来我包你，我不会来啊，我包好多。我包你啦，市场先休息。过来，加油。按刚够了。早安。红柑啊，哎呀，食到嘴甘甘，叫红柑。Hello， 我爸我爸，哎呀，在这坐位置。李小姐去桃园一样会变贵啊。来来，我现在500块红柑啊，现在还鱼啊好吃，这红柑这水蛮吃，水娃娃，你做螺丝你该放，四条来500块。
500块。500了，没人来有啦，红毡啦。行干没人来来。500。来来，500块啦。没人来没人，哎呦这。他们都是基础员工。500，阿姨来，找你谢谢。500，阿姨，后面那个阿姨哦。500的，500到现在，我也先来了。500了啦，不是500块，行干够人来，行干500块啊，500二来，收了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一下。卖个开杠，卖个开杠啊！卖个开杠，还有一个先见，哎啦，这啦，会抢好了。月亮虾饼有人要吃无？有人要吃虾饼的无？200块，一包两包给你，三包给你200块，四包200块。月亮虾饼够人买，200块。一包都有两袋哦，小袋个袋，一包两包嘞，三包四包两包，虾饼够人买不？虾饼够两个，两个大，200块哟，两包。一样虾饼够现在200块了，200块就一包来订两袋，这四包的贵点啊，哦，200块来，虾饼过来，什么？收。买过来了，200块了，最好是选我啊！一千，最好是选我啊！200块了，哎，头家这边头家要钱，200块。台子涨涨涨！哎，这谁来过人？要虾饼无？月亮虾饼，200了，月亮虾饼啊！说到这个，能霸！昨天跟朋友看，不小心赚到一根涨停板。后来谢谢红枣。不过还好，我是都存股。所以台股怎么涨，对我来讲都无所谓。反而是台股涨越多呢，我的存股成本越高。因为我的是每个月固定多少钱下去买股票的。刘月雄哦，他们刘月雄，咱们吃无？咱们吃刘月雄无？包一公斤的，一公斤重的，五块要几只啊？得吃15块啊？这15块这大只的啊！要吃牛肉，较紧来，我问一下，只能买2包啦。要吃哦，要吃起来退冰对啊，唔免退到两个外只钱啊。起来一只，甲等好钱就会使啊。哦，来，只能买2包啦。不用开啦，这一包要一家5块一包，你若全年超市加了500，买一包就一包300公斤，一包300公斤。这2包2公斤开了，这开600、800、900、800，拢免啦，现在一人加300了，300块，200了啦。200块，有耶，现在200块了，还叫头家过节，200块，200块，哦，200。